揭晓我们的宝宝的性别。Win 呢，就是先知道性别是什么，我们两个呢是后面才会知道。忘了没有？一起喊啊！你要一起喊啊！三、二、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期二。我是 Jeff。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东西呢，就是要跟大家揭晓我们的宝宝的性别。听说你啦还很用心准备了一个派对。那其实我们有做那个基因检测嘛？没错。基因检测里面其实就会给你知道你孩子的性别，不一定是在 scan 的时候。是。所以我们的医生其实已经知道了。那我们决定呢，给我们的 staff Win 呢，就是先知道性别是什么，然后呢，我们两个呢是后面才会知道就是宝宝的性别。OK， 一定 result 啦。OK， 我看到了。我现在再亲自看多一眼，我怕刚刚看错，自己再怎么办？OK， 我没看错。现在全世界就我知道，你们也不知道，等等。因为现在是 MCO 的关系嘛，可是我又不想呢，就是宝宝以后出来啊，看到自己的 gender review 是没有东西的，所以我就想到就是一样照常呢，还是做一个美美的一个布景，做美美的蛋糕给他。虽然呢，我们当天只有我们两个人自己庆祝啦，但镜头前面有你们全部一起庆祝他的到来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 party 是长怎样的。 Let's go。Yeah， 各位，我现在呢来到了这个派对的现场。这个派对内，其实如果你明眼人一看，这个地方是哪里？清清清，就是我们 Luffy 的 office。但是因为 MCO 很久很久都没有来这里啊，所以你看地上这么肮脏。所以刚才同事已经有过讲，所以我已经带了 Monster 最新推出的这个吸尘机。那这个很厉害是什么？升级版的，吸力25000匹。废话不多说，给看一下这个东西来。哎呀，我这边不小心带了一个麦片，哎呀，啊，哎呀，不小心弄倒麦片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就你这演技，我只是用最低档的风暴，看吗？绳子都进去了。反正我升级版超厉害是什么？它可以给你抹地，然后它有不同的头，可以给你吸尘螨，还送你多一个电池，两个电池哎，基本上两个电池的话，你要整间家打扫完都不是问题。嗯。超夸张啊！这个是尘螨啊，可以想象吗？我们每天坐的沙发跟窗，你看到吗？肉眼看不到的灰尘，很可怕一下。哇哇哇！你看这些细细的，是藏在沙发里面。Oh my god！ 吓到我。那这个是磁吸，可以抹地，很好啊。这台无线吸尘机呢，原价呢是1099，现在只要599，还有6个月分期付款。重点是呢，用我们的 promo code， 还有另外再20块钱的 discount 给你们，而且我们还跟厂商凹了10台尘螨机要送你们啦。所以要知道讲赢呢，就看这个规则，赶快去抢购，存货有限。哎 B， 我跟你讲，你看这个新的无线吸尘机很轻的，轻不轻？轻。哎，你喇叭很漂亮嘞，来，你试看这样子，放在下面 ，OK， 这样推。因为我觉得跟我拍照很适合。不是，不要讲话先，推推推，继续往前走。哇，你看做得很好嘞，让你进进去哦 ，Very good。哎，我准备了花给你啊，所以你看蓝色，要不要蓝色就代表男生，粉色代表女子，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花给他。那爸爸为他的孩子准备的。我为我老婆准备，不是我孩子，孩子应该不要花，不过孩子要奶粉包。没有孩子出来，我要客气客气客气。看一下这个 party 呢，是印迪拉布置的，你就要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。这个很明显哦，这个是等一下我们搓气球，它会对，这个是等一下我们用这个刺破。哦哇，我看到现在刺破，不会忍住了。来，这边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布置啦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有不同的，就是甜品、蛋糕啊，有 cupcake 啊。这个蛋糕里面呢，就是会有我们宝宝性别的颜色，所以等一下一切开来就知道。性别是什么？其实我们吃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。所以总之就是 either one 就会知道了。这个就是全部是装饰了，所以这边就写出 boy or girl。然后这边这个是什么？不是有提到就是会给我们的朋友啊，然后家人做投票吗？其实我就有做。的同事都投了啊，对，就是我们有做这样的角。哎，投女儿我就粘这边，投儿子我就粘这边，然后我已经有个立小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写。现在可以粘上去啊，不是？
啊，可以啊，因为我们还有其他朋友嘛。哦，其他朋友的意见不重要，我们就一试一试。反正你们朋友，你们都哎呀，你们什么意见，他已经出来了，在里面了，你们左右不到他的决定啊。我们写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 okay, okay,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衣服是特地选的嘞？我的衣服是特地选给他打 ，OK。还有后面的气球，注意到蓝代表男，粉代表女，所以气球也是这样。那你这个呢？紫， okay, 因为是粉色加蓝色，所以是紫色，所以我今天穿紫色。哦、oh, ，这样我问你，你比较喜欢儿子还是女儿？我喜欢女儿，把我投儿子。所以如果我给你们看我的肚子，你们觉得是儿子还是女儿？所以你觉得是圆呢，还是尖呢？其实这样看是圆的嘞。他没有讲，就是妈妈的肚脐其实进去的话是女儿，出来的话是儿子。我希望他是儿子，又希望他是女儿，因为我觉得女儿比较温柔。但是儿子的话呢，我可以跟他玩一些我喜欢的东西，因为我是个大孩子嘛，就是我喜欢的是模型啊、玩具啊、电玩这些，他都可以跟我一起分享。所以我是希望这边，我希望教他打篮球。可是如果是女儿的话，我又觉得女儿会比较贴心哇。对啊，女儿都是比较贴心。现在不用紧，你生两次咯。可是我是投儿子。OK， 所以我觉得是儿子，因为我家里刚好两个都是儿子。然后真正大家要懂科学啦，就是不管生儿子还是女儿，是由爸爸的 X 跟 Y 因素里面决定。OK， 好，可以开始了。然后其实我们有问我们的朋友，就是他们投儿子还是女儿，所以我们有写好他们的名字了。我有在呢，其实我的 IG 做投票 ，JD7B 是投女儿。好，然后这个呢，因为他叫我就是千万一定要写女儿，那就是昨天跟我在直播一起哭了妈妈依依丹，他怎样都会投女儿的依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直播到一半要去陪女儿。啊，对。哇哇喂，没有想要选女子的多过男子，但是我们两个都觉得是男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现在语速也变快了，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开始整个人兴奋了，我现在加入宝粮潮，哦不是不是广告潮 ，OK， 我现在很兴奋哦，我们现在要开始知道揭晓。OK OK， 在镜头前面的你，我们一起倒数五秒钟好不好？知道了没有？一起喊啊！你要一起喊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但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呢？等一下 ，OK OK OK， 哇，一二三，我们开始 ，OK， 来，一二三 ，OK， 三天前呢，我第一次睡不下，我很紧张，哦，现在可以了，别紧张 ，OK， ready， 一二三，哈哈哈哈。我有女儿，我这种人有女儿啊！哇，你看他开心到啊、哦！你看他，哇，爽！哎、欸，不要嘟，不要嘟，真的哦！我有女儿 ，Oh my god， 惨了喽，要还哦！我要教他怎样小心我这种男人了哦，惨了哦！切蛋糕，切蛋糕，然后蛋糕快点，蛋糕蓝色 ，Yeah， it's a prank。三，我是怕蛋糕蓝色，等一下看一下，什么颜色？哦，粉色，粉色，啊，粉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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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两百六十九，耶，谁买的？哦，里面夹角，还有这个还没有揭晓，等一下他整我们呢，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 ，female，female，female 呢？哦耶，我这种感觉太不真实哦。我还很开心耶。女儿，我们的红绳子测试是对的。女儿，女儿，我们第一台是女儿。Oh my god！ OK， 下一台就是男的。OK， 下一台是儿子。OK OK。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。耶、yeah ！来，我要跟你们讲孩子的性别哦，爸爸你猜一下。你们猜先，你们猜先。爸，你孙女还是孙子？你猜女儿。妈妈呢？妈咪呢？我猜也是女儿。OK。恭喜你，女儿！我很怕跟女孩子相处、欸、所以要看两马路出来跟我会有什么火花 ，OK？ 来，恭喜这些朋友猜对了，在镜头前面的你到底有没有猜对？他们猜对了，哦，因为杰利奇利在这里。哦，恭喜你们猜对了，不过什么都没有。恭喜，恭喜。